愿断人全世也不知所措，光站在路口动也不动，等英雄的拯救。可是英雄需要等很久吧，想到了这里会更惶恐吧，不如就踏上未知冒险，将过程给收藏，假装过刚强换来满身的伤，别感受过绝望却想有一道光，如果每个向外只是期待晚餐，多么过去呀，至少需要